重阳兵变，作者金夫子，播读夏秋年，第42章，如来佛掌心失灵。鉴于中央四人轮值小组早已下了毛主席病危通知，伟大领袖随时可能去世，因此党政军各大机关的负责人均未外出避暑度夏，而留在北京等着一项重大事情发生，即替毛泽东举行国葬系列活动。有关毛泽东去世的中共中央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新华社电讯稿也都已经拟定，用句不大严肃的话说，就是万事俱备，只欠毛泽东断气，仿佛左派、右派、中间派都在眼巴巴地盼着伟大领袖早日安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老帅老将军都住在西山要塞别墅区，这里古深林密，满目青翠，气温能比城里跌个5至6度。虽然没有承德避暑山庄、北戴河、大连、青岛那些避暑圣地那么凉风习习，早晚要穿夹袄，晚上要盖被子，但在这个特殊的盛夏，能在这里呼吸老林子里满是氧离子的新鲜空气，无事不进城，午后常聚会，来了兴致就吟诵几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是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类，倒也像是一群半隐居的高人了。然而他们随时注视着北京城里的动静，尤其是中南海游泳池的动静，一天24小时不舍昼夜，有各种信息传递进山，供他们决策参照。京城居民中已有耳语悄悄流传，中央两派都调了重兵围城，炮口都对着中南海和钓鱼台，随时可能火拼。通县、顺义交界山区卫戍区的一个师和沈阳军区突袭进来的部队接上火了，打了一个通晚，直到王洪文、陈锡联前去劝阻才平息住。毛大爷已经翘辫子了，尸体被冰块冰着，不然早就生蛆腐臭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属下的一家制冰厂，天天都有大卡车往中南海运冰块呢。中央密不发丧，两派恶斗未见分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交头接耳，鬼鬼祟祟。这天凌晨3点，正在睡梦中的叶剑英突然被值班人员叫醒，通知他立即进城，一刻也不准耽搁。连贴身警卫员马头都觉得奇怪，叶帅问通知是谁发来的，马头说是中南海游泳池值班室毛远新同志的电话。叶帅不忙动身，而先给王震家里挂电话，让王老将军马上和汪东兴联系，问小毛通知进城的事。王震不一会儿就给叶帅回了电话，说小汪家的值班秘书报告，汪主任去了游泳池，已去了1个小时。叶帅听说汪东兴也去了游泳池，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些，看样子是毛主席不行了，甚至是已经咽气了。叶剑英临上车前，忽然又命令警卫秘书留下，现在是凌晨3点半，还有3个钟头天就大亮，你立即把我去中南海的事用红机子告诉徐帅、聂帅、粟裕、苏振华、杨成武，王震同志已知我去向，如果我中午12点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就说明我已经出事了，汪东兴也已经出事了，请徐帅、聂帅和王震、苏振华立即启动我们那个应急预案，命令保定、石家庄一线的第38军包围北京，兵临城下靖难，准备打内战。北京卫戍区下辖的8个轻火力师不是38军的对手。整座西山军事要塞顿时空气紧张起来，好在叶剑英早先和汪东兴达成共识，守卫西山要塞的中央警卫团第5大队在紧急情况下服从叶、徐、聂三帅指挥。天亮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应约来到叶剑英别墅，成立临时指挥所，开通了总参、总后、海司、空司和第38军的作战讯号。杨成武、苏振华则来了电话，他们留在总参和海司坚守岗位应付事变。过了一会儿，一直蛰居在玉泉山的陈云也闻讯赶来了，一看阵势，满脸阴笑，难怪我来的路上到处都是哨卡，车子差点进不来，剑拔弩张，准备打仗啊，还是搞演习？
徐向前、聂荣臻欢迎陈云的到来。陈老，你来得好，我们这些人里你资格最老，在党内担任过的职务最高，替我们壮阵势啊。陈云脸色也阴沉下来，听到叶帅半夜三更被召进城去的消息，我也紧张啊。你们有应急方案是好的，但还是要尽力避免动用枪炮，在首都内外开战，局面难以收拾。王震老将军满脸通红，眼睛瞪得像对牛蛋，脖子上青筋爆出。陈云同志，不是我们要动武，是小毛和他养母早就调派大军围城了。老子带了大半辈子部队，打了几十年的仗，到了古稀之年，还等着他妈的小毛母子送我们进秦城？逼急了，我王胡子还可以操一挺机关枪上场。陈云说，老旅长英雄豪气不减当年。聂荣臻说，陈老，你大概也听说了，三滴水和小毛曾经建议毛主席把我们十几名老帅老将军一网打尽，效法当年印尼的苏加诺总统。好在毛主席没有病糊涂，头脑还清醒，当场问了三滴水。1965年9月30日事件，苏加诺同意杀害七名陆海军右派高级将领，结果怎样？你要我也落到苏加诺的下场？一向寡言少语的粟裕大将插话，毛主席英明，要是权力落到那对母子手里，印尼那几名高级将领的厄运就会轮到我们这些人了。陈云忽然问，你们对驻守保定石家庄一线的那个第38军有把握吗？当年林秃子都没能指挥得动，他的老班底还是林秃子率领过的井冈山红八团以及抗战时期的八路军115师。我听说38军党委一班人近些年来对中央内部纷争一直持中立态度，这很耐人寻味。聂荣臻说，不奇怪的，在毛主席和林秃子之间，38军当然站在毛主席一边，现在是在我们这些老家伙和三滴水母子之间做选择，情况大不一样。徐向前抚在陈云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陈云点头，原来这样，还是叶帅聂帅有办法，聂帅还是他们的老政委嘛。不过依我的推测，毛主席还没有过世，叶帅也会平安回来。王震讲话习惯动粗口，他娘的没有屌事最好，有事老子绝不吃素。苏玉劝道，老乡啊，文明点文明点。正说着，上午九点半，叶剑英就由警卫员码头搀扶着回来了，大家一齐迎着，算都松下一口气。叶剑英和各位一一握手，问陈云，怎么都惊动到你了？你是轻易不进山的啊？陈云眼睛半闭半开，西山要塞突然军事戒严，我的住处也加了双岗，猜想出了严重情况，就躺不住咯。你是如帅加福帅，方才还和他们几位讲了，你会平安回来。大家一一坐定，服务员给叶帅端来牛奶早点，叶帅问各位用过没有，没有，就赶快煮上一锅热汤面，边吃边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饿肚子呀。聂荣臻问，什么紧急情况，凌晨三点把你召进城去？叶剑英喝一口热奶，喘着气，歇歇说，主席一觉睡醒，精神出奇的好，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加上我去谈话，托孤。苏玉听罢长叹，那好那好，我们还以为老人家去世了呢。王震没有听懂什么叫托孤。托库？毛主席叫你们去替他托库？他下面添了家伙？叶荣臻忍不住笑了，王震同志真有你的，你看过京戏《赵氏孤儿》吗？主席是叫建功当成英。徐向前问，那毛远新算赵氏孤儿了？叶剑英说，主席说我算共产党的成英，他要把毛远新托付给我。我回答主席，我叶剑英不是成英那样的人物，毛远新也不是赵氏孤儿，他是堂堂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辽宁省委书记。聂荣臻说，要是在封建时代，毛主席的这个亲侄子已是关东节度使、沈阳郡王，或者叫东三省军政总督。王震问，叶帅你答应没有？领下他娘的圣旨了？叶剑英说，各位，主席真是个神人啊，病成那个样子，有出气没入气的，心里却比谁都清楚。主席既知道他身边的人在干些什么，也知道我们这些老将帅老同志在等待些什么，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仍能把握全局。我对主席一辈子紧跟，佩服到底，不佩服都不行。向前、荣臻啊，还有陈老、粟裕、王胡子，
毛主席还委托我带话给各位，要求军队的老同志都来辅佐毛远新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毛主席还重新提到他口授的那个新中央常委名单，毛远新摆第一，军委主席，华国锋摆第二，国务院总理，江青摆第三，党主席。王震气愤地插话，老子讲句不恭敬的话，共产党革命几十年，牺牲几千万烈士，搞来搞去，最后就传位给毛家人。聂荣臻说，胡子你讲话注意分寸，建功你答应了？叶剑英苦笑说，当着主席的面，老夫能不答应？不答应能回来吗？主席还命他侄子向我行了礼，算认了师父，看得出来那小子一百个不情愿似的。陈云语带讥讽，建功你又成帝师喽？主席前年要你当王洪文的师父，现在又要你当毛远新的师父，你是双料帝师。徐向前声音不高，真想不到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革命家，到头来还是传力给自己的后代。我敢说，要是毛岸英当年不死在朝鲜战场，今天铁定当上党的接班人，也就轮不到毛远新了。王震问，难道我们提着脑袋瓜筹划了几个月的事就给破局了？老子不服。叶剑英看王胡子一眼，主席这一相托，毛远新还动得动不得？不妨再考虑考虑，如果真的由毛远新接班，坐上头把交椅，今后党和军队国家会是个什么局面？聂荣臻说，建功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真的由造反派毛远新接班，资历浅，能力差，威望低，明显是个弱主，从我国历史上看，弱主登基必然导致母后干政，最后代政，临朝称制。叶剑英点头，深刻，聂帅你继续讲。聂荣臻说，那我就多讲几句。历史上有三个典型例子，一是刘邦打下大汉江山，传位给太子刘盈，叫汉惠帝，是个弱主，致使母后吕雉临朝，大杀刘氏宗亲，提拔吕姓子侄掌控权力中枢，差点把刘家天下改姓吕氏王朝，直到吕雉病死，才由太尉周勃、宰相陈平、太傅曹参一批老臣联手剿灭吕氏势力，匡扶汉文帝刘恒登基，恢复刘姓天下。二是一代明君唐太宗去世，传位给太子李治，叫唐高宗。高宗是个好色的弱主，竟宠幸上了父皇的爱妾武昭仪，就是武媚娘。这武媚娘可是了得，一身侍奉父子两个皇上，还得到高宗的专宠，任他代拟圣旨，代批奏折，后来干脆让他一起临朝听政，实际上是让他独揽朝纲。唐高宗死后，武媚娘君临天下，连着废了自己所生的两个儿皇帝中宗、睿宗，最后自号武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皇。则天女皇可是厉害哟，除了大杀李氏宗亲，也是大力提拔娘家五姓子侄掌控军机，直到武则天死后才又恢复为李唐天下。三是大清朝末年，同治皇帝死后，年幼的光绪继位，又出了个母后慈禧垂帘听政。这个慈禧也是好生了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把持朝政将近半个世纪，一生玩弄权术，直到把个大清江山玩完。徐向前说，官机一见骨，无骨不成金。今天我们的这个娘娘三滴水，最佩服的三个历史人物正好是吕雉、武则天和慈禧。陈云闭了好一会儿眼睛，这时开口说，毛远新接班实际上就是他养母临朝称制。叶剑英说，陈云同志点中要害，老夫要补充两点。第一，按主席口授的那个新中央常委名单，三滴水是上了第一线，出任党主席，他临朝称制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第二，毛远新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什么弱主，红卫兵造反派出身，他在哈军宫扯旗造反时，打砸抢抄样样干，1968年就破天荒地被提拔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不久又当上辽宁省委书记，一跃成为新东北王。他下令枪杀了东北的一批批文革政治犯，一点也不手软，其中包括陶铸爱人曾志的弟媳、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这个年轻人可是心狠手辣哟，可以说从思想到意识都浸透了造反意识。他早就和上海帮同心相印，同气相求，他和他养母三滴水更是一个鼻孔出气，关系亲密。自1956年起，三滴水就和主席分居了，不住菊香书屋，而住静园去了。那时杨子已是中学生了，还经常在静园住，
可见亲密程度。王振两手捏拳，在茶几上捶得砰砰响。不行，若让这对母子接班，是我党我军的奇耻大辱，老子不干。粟裕言简意赅，先皇老臣日子难熬。聂荣臻说，岂止是日子难熬，小毛和三滴水早就想开杀戒了，只是毛主席发善心，没有下命令。叶剑英冷笑，到时候看吧，我们这些老家伙，杀头的杀头，关秦城的关秦城，终生监禁。陈云说，饶漱石是被关死了，潘汉年、杨帆还在不在？王震说，他们算什么，连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张闻天都死了。徐向前问，我一直闹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仇恨我们，硬要把我们这些打江山的人的性命弄掉。叶荣臻说，我们的历史文化有这个传统，刘邦当上皇帝后几年时间杀掉功臣数百人，包括他拜过大将军的韩信，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杀掉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人更多，达24000多人。粟裕说，我们这一朝革命胜利后整死的大小功臣何止108000，大大超过刘邦、朱元璋。陈云说，各位注意了，不管怎么讲，我们还是共产党，不要去比刘邦、朱元璋。王震不服，可毛主席自己多次亲口讲过，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一个刘邦，一个朱元璋。叶剑英忽然问，主席托孤，形势变化，我们怎么办？陈云同志，你经验丰富，说说看。陈云闭上眼睛，做沉思状，好一会儿没有吭声。王震憋不住了，陈老，大家都等着你的高见。聂荣臻劝道，王胡子，不急不急，陈云同志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徐向前也说，现在急也没有用，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叶剑英见陈云眼皮动了动，眯缝着，欲睁还闭，便提醒各位，陈云同志要讲话了，大家注意听听。陈云眼皮低垂，谁也不看，你们没有同我商量，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是推测出来，老帅们是不是在筹措某项重大行动，采取非常方式解决党内斗争。我的态度明确，反对动武，不管以什么崇高的名义，动武都是不智之举，党内不能开这个先例，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叶剑英心里一惊，陈云，党内又一高人呐、在座的除了自己和王胡子，连徐聂二帅都不知道那个具体的筹划，可陈云一猜就猜中了，当然要矢口否认。陈云同志，看你都想到哪里去了，现在不是我们要动手啊，我们老家伙是困坐愁城，一筹莫展。相反的，看看如今北京城里城外的军事形势，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三滴水的亲信，唯娘娘之命是听，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陈锡联现在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此人是毛远新的恩师，真正的太子太傅。还有更厉害的，毛主席两个月前批准毛远新、陈锡联从沈阳军区调来两个摩托化装甲师驻守平谷、密云一线，半个小时即可突袭进城，完成对中南海的包围占领。再加上北京市的30万工人民兵师，吴德挂名第一政委，司令员马小六、政委张世宗都是三滴水和王洪文的亲信。陈云同志，实际的情形是你我早已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喽。徐向前说，主席英明伟大啊，把身后事安排妥当喽。我们几个不时到建功这里来聚聚谈论局势，顶多算纸上谈兵。聂荣臻说，想不到带了大半辈子部队，到头来反而成了赵括夸夸其谈，百无一用，眼看着就会被秦武安军白起活埋掉。粟裕说，据东周列国志上记载，被魔王白起斩首活埋的韩、魏、赵、燕、齐诸国将士达80多万，最多一次坑埋赵国降卒40万。王震激愤地起立，挥着手杖大叫，屌毛，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鱼死还网破呢，我家里就备下3挺轻机枪加几箱子弹，哪个王八蛋敢带人去活捉我王胡子，老子和他同归于尽。我奉劝各位家里也都备下机枪弹药，要子弹我王胡子替你们弄。聂荣臻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欣赏王震同志的这种拼命精神。说着说着就到了中午时分，叶剑英没有像往常那样留下老同志们共进午餐，他只留下王胡子，交代说进城后就去找汪东兴，问他接受主席的托孤后对原先的那个方案有没有新的变动。汪东兴原本想在天亮之时还补上一觉的，
可是何一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他真没想到毛主席老人家整日整月地待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水分和营养、粪便和尿液都靠这些管子导入导出，整个一个机器人了，脑子却仍然清醒犀利，思维缜密得很，竟把他汪东兴和华国锋叫去演出一场病床前托孤的老戏，把毛远新托付给他们，命他们辅佐小毛坐上军队的头把交椅。毛主席老人家厉害哟，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谁都别想跳出他如来佛的掌心。还记得华国锋离开游泳池出到院外，看看四周无人，神情疲惫而且沮丧地对他汪东兴悄悄说，设法转告叶帅，小毛暂时动不得了，其余照旧。你为什么对小毛也下跪，让人小瞧呢？对着最后一句，汪东兴无言以对。快五十年了，自13岁上井冈山当小红军，给毛委员做书童、通讯员、内卫、警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直至中央警卫团团长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事委员、列席中央常委，他一直跟随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他还一度是唯一可以配枪见毛主席的高干。在党中央，他只认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余的对不起，毛主席叫他抓谁他就去抓谁，他只执行毛主席一个人的命令。1954年冬，毛主席下令抓高饶，他就抓高饶。1955年，毛主席下令抓潘汉年、杨帆，他就抓潘杨。1959年冬，毛主席下令抓彭黄张周，他就抓彭黄张周。1962年秋，毛主席下令抓习仲勋、马明芳、郑天祥，他就抓习马郑。1966年春，毛主席下令抓彭罗陆杨，他就抓彭罗陆杨。1967年春，毛主席下令抓刘邓陶贺，他就抓刘邓陶贺。1967年夏，毛主席下令抓王观七，接着又抓杨渔富，他就抓王观七和杨渔富。1970年秋，毛主席下令抓陈伯达，他就抓陈伯达。1971年913事件后，毛主席下令抓黄五里秋，他就抓黄五里秋。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如果不逃跑不摔死，他也会奉命去抓林副统帅及其夫人儿子的。在党中央，在中南海抓人是很过瘾的，况且抓的又大都是资格比他老、功劳比他大、职务比他高的老上司、老领导。平时面对这些人，汪东兴是需要仰视表示崇敬，但到了他汪东兴带人去拿下时，他们才一个个在汪东兴面前勾头扶脑、浑身哆嗦，有的还尿裤子、大小便失禁呢。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汪东兴面前是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毛主席通过他汪东兴捏着每一位的命门呢。这么说吧，汪东兴替伟大领袖办理一切，伟大领袖也给了汪东兴一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汪东兴。汪东兴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毛主席对他一有不满意、一有批评训斥，他就会下跪磕头讨饶。穷苦农家出身的孩子，不管长到多大、爬到多高，情急之下都习惯下跪磕头讨饶。农民出身的伟大领袖也吃这一套，何止他汪东兴一个，连周总理、薄一波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胡乔木、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等等大人物都不止一次的当着他汪东兴的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下跪磕头讨饶过。凡下跪者，毛主席一般都会给予宽大，继续重用。党内也有几位自以为功劳大、地位高的了不得的人物，在伟大领袖面前耻于下跪的，如彭德怀、张闻天、李立三、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其结局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当然，有的人是没有抓住时机，大约后来就是肯下跪都没有机会了。因此，每逢有难，汪东兴就及时下跪磕头讨饶，这一招很奏效，向毛主席老人家下跪又不丢人。共产党人不跪自己的伟大领袖，难道还去跪上帝、跪如来佛、跪观音菩萨不成？只是新晋两次，当着毛主席的面向江青下跪、向毛远新下跪，那也是跪给老人家看的嘛。不跪，汪东兴就可能被发配去西藏了。你以为江青、毛远新这对母子也真的值得他汪东兴下跪？羞杀人了，总有一天会讨回这个屈辱，出这口恶气。汪东兴铁了心，还要在党中央抓一次人，哪怕是最后一回，
从此金盆洗手，安度晚年。对娘娘和小毛，王东兴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不抓娘娘，娘娘必定抓我。与其让她来抓我，不如我先抓了她。党内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伟大领袖毛主席遵从的就是这个原则，总是把握先机，不等对手明白过来，就给对手雷霆一击，毛主席也就成为永远的得胜者。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斗争哲学、斗争艺术的核心和真谛。俗话说，虎死不倒威，神龙病卧床上仍是一条龙。汪东兴不气馁，要抓紧办的密事就是找中央警卫团16位副团长，也就是16个大队的大队长谈话，搞路线交底。对不起，这次只是一个一个的找大队长谈，而撇开他们的政委。大队长个个都是他汪局长的心腹，政委们之中则肯定有三滴水和张眼镜蛇他们安插进来的眼线。根据解放军作战条例，唯有司令员有用兵权力，政委只起监军作用，况且司令员还都兼着部队的党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汪东兴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警卫局的名义，一个一个的向大队长们私下路线交底。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指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党中央已经正式下达文件，任命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的上面就是毛主席。现在主席病危，主席走了之后，华就是党中央的一把手，党的领袖，军队的统帅。我们警卫部队在这一点上要坚定不移，我们只服从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所发出的命令，别的任何人的命令都无效，不能执行，不然中央就乱套了，就成为五湖十六国了。汪东兴义正辞严，大义凛然，也可以说是义薄云天。他要求大队长们以各自的党籍和性命做出保证，他这次的路线交底不能外传，也暂时不要在部队党委会议上传达，但可以在自己信得过又嘴巴紧的营长、连长们中间做个别吹风。汪东兴还代表华国锋同志一人送上一瓶陈年山西汾酒做纪念。兄弟，你可不要随便开了喝啊，到时候华国锋同志成了英明领袖、三军统帅，这酒就有了象征意义，可以供在玻璃柜子里，成为你家的传家之宝喽。在这16名大队长之下，汪东兴只找了一名营级干部私下路线交底，那就是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的鲁营长，绰号鲁智深。鲁智深手下的一个加强连200号人马分头在主席的游泳池和江青的202号院执勤，称为甲组乙组，甲组在游泳池，乙组在202号院。汪东兴先给了鲁智深一个惊喜，经党组织慎重研究，并向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要到了首都户口指标，解决其爱人孩子随军团聚。鲁智深同志，我老汪恭喜你啊，可以把老婆孩子从老家山东乡下接出来，落户首都北京。鲁智深顿时双眼通红，感激涕零，视汪局长为亲兄长，大恩人。汪东兴却批评说，鲁营长，你这就不对了，要说感谢，应当感谢党中央、毛主席，感谢毛主席亲自指定的革命接班人华总理。正是华总理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了中央警卫团正连级以上骨干和他们家属两地分居的困难，只是尽快办理相关手续，解决家庭团聚问题嘛。鲁智深听汪局长这一说，忙说感谢华总理，感谢党中央，表示忠于华总理，粉身碎骨志如钢。谈完这件喜事，汪局长问起202号院近两天的动向，鲁智深顿时头皮发麻，毕竟那座院子里住的是毛主席的婆姨，中央文革首长江青同志呀。但依照警卫局工作纪律，又不能不向汪局长汇报。有新情况，就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吧，王洪文副主席、张春桥副总理加上姚文元、毛远新同志在江青首长的小客厅里聚会，直到下半夜2点才散去。内勤没能进入小客厅，只在门口听到一两句，什么祝主席脱裤成功，好像还喝酒干杯，喊了江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内勤听不懂，向我汇报，我也不懂什么叫脱裤成功。江主席万岁，江主席是谁？汪东兴笑了，很好，你们很尽责，工作很出色，什么叫脱裤成功？脱裤脱孤，还有江主席万岁，我也不懂。鲁智深啊，这话就到我这里打住，不准再传给别的人。咱们在党中央干保卫的，只服从毛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总理，其他人如果自我封刺，通通不作数，不然就乱套了。这是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铁的纪律，明白吗？
鲁智深腾地起立，立正，敬礼，是，我鲁智深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华总理，一切行动听指挥。汪东兴也随即起立，还礼，好，鲁营长，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的那个小老乡叫吕进宝的，唐山地震受了伤，伤养得怎样了？他的神针功夫没废吧？你替我问他好，就说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这个忙啊，每天都火烧屁股似的，实在抽不出功夫。他是个优秀军人，警卫局党委已给他记了二等功。临走时，鲁营长紧紧握住老首长汪局长的手，激动地说：“中不中，看行动。”又是一个凌晨2点，汪东兴从游泳池值班室返回他中南海东侧警卫局礼堂大院深处的家中。这是座幽静的四合院，院中有小花园，前后两进，30几个大小房间。前院的几大间做了值班室、会客室、客厅、小会议室，东厢房还留出3小间，供重要客人临时居住。后院是他和爱人、子女的生活范围。在中南海，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住处办公。中央不开会，是不用到勤政殿、怀仁堂、颐年堂、紫光阁、春藕斋、西楼会议室那些地方去的。因此，汪东兴的这个住处实际上就是中央警卫局的军机重地了。这院落的最大特点就是距任何一家中央领导人的住所都比较远，独处一角，真正的内卫重地，非请不入。当然，出入这里的人是不会被登记姓甚名谁、何时来、何时离开之类了。他手下的人马监护着所有中央领导人的家事，难道他的家事就不由另外的人监护了？汪局长当然深深懂得其中的辩证法则，每当要和老伴或爱女说几句私房话，即便是滴水成冰的大冬天，也必定要到后院花园里才可交谈。家里保姆、内勤、厨师、司机、服务人员10多位，就没有被派进来的？别他妈的小儿科了。汪东兴浑身散了架似的回家，刚歇歇，就有值班秘书报告，王震老将军来了2个多小时了，又不让挂电话去游泳池找你，只好安排他到客房躺下了。汪东兴知道是叶帅派来传话的，顾不得疲惫，忙去客房看望，见老将军并没有躺到床上，而是仰在沙发上打盹儿。老将军很警醒，听到脚步声就睁开眼睛，随即露出满口黄牙。小汪，我不请自到，3更半夜来打扰。汪东兴上前立正，敬礼，之后先拧开窗台上的收音机，放出那听了1000万遍的样板戏乐曲。老首长，这么晚了还等着我，有重要消息？王震仍仰在沙发上，并不起身还礼，只摇了摇手，坐下吧，你辛苦一天了，我来传叶帅一句话，主席向你和华脱裤，也向他脱了裤，大家还有没有下一步？我知道是脱裤。汪东兴靠着老首长坐下，毛主席厉害，真是个神人，病得一动不能动了，好像还能识破一切，这一脱裤就是为了打乱我们的步骤，请转告叶帅，我的决心不变。话呢，可能又对小毛有所犹豫，心情矛盾，痛苦。要不是小毛和他养母关系那么密切，我也是不忍心的。王震眼睛一瞪，你告诉话，小毛接班就是3滴水掌权，做武则天，后果不堪设想。政治家不行妇人之仁，要能大义灭亲。知道澎湃烈士的事迹吗？1927年在他家乡广东潮汕乡下发动农民暴动，亲自率领农友们冲进自己的家里，杀死大地主父母亲。澎湃烈士的事迹，汪东兴早在党史教材上读到过，那叫阶级斗争，六亲不认，杀父弑母，只为革命。可惜1931年澎湃同志在上海地下党中央任农运书记时被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杀害，不然至少也是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了。汪东兴说，请老首长转告叶帅，我会拖住华国锋同志，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干也得干。这几天我也在警卫团主要干部中吹了风，搞了路线交底，华才是主席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其他人都不是，服从华就是服从中央，服从毛主席。王震把大腿一拍，好，小汪，你这步棋走得好。华国锋本人知道吗？还不知道？那就更好了，说明你和中央警卫团是出于公心，真心实意拥戴他当领袖。汪东兴打了个呵欠，叶帅还有什么话？王震起立告辞，小汪好好干，叶帅的意思，我们老一辈都70老80了，难有作为了，今后党和军队的担子就靠华和你们这些50、60岁的少壮派来挑了。
年龄优势，话和你都有年龄优势。”王独兴拉着王震老将军的手说：“我也提前说一句，军委主席、副主席还请叶帅、徐帅、聂帅、王老几位来过渡，镇得住。”王震哈哈大笑：“好你个小汪，封起老子的官来了。”